陈其宏学长呢是电机系七十四级的校友，让我觉得他非常不简单的地方是他在三年期间就把家事打好，把它变成全球第二大液晶显示器及第一大投影机的制造厂商，这种能力很不简单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也捐赠智慧电表给学校，还有一些款项给学校来支用，这个回馈母校的精神也蛮值得我们来鼓励的。我跟台北校友会王会长也到桃园嘉士达公司去拜会他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学长的小腿肌肉很扎实啊，他还秀给我看，那他也跟我讲说为什么我肌肉这么扎实啊，因为他小时候都要到田里去帮父母亲工作，所以锻炼出来的。陈学长又以明基友达基金会的董事身份，集合众多小伙的力量，希望能够缩减城乡的差距及提升原创的文化。因为他是从一个乡下的地方成长出来，所以他是要知道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性。所以在这种环境背景之下，靠着陈学长这样的奋斗，我觉得蛮值得肯定的。